事是什么？当然是周深演唱会了。上海站今晚开唱，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海米相聚在同一个地方，只为见一个叫周深的歌手。英国、日本、马来西亚、美国、泰国、瑞典等等国家的海米都来了，就有一种感觉，周深，我们见一面吧。然后世界各地的生米都奔向他走来的感觉，好感动。漂洋过海来看你，爱会跨越山海，大家会因为爱相聚在一起。海米们特别不容易，但又是特别幸福的。今晚注定是失眠和激动日，祝深深演唱会顺利圆梦。上海站还为周深演唱会设立了四连屏大幕，并在梅奔世博园一号谷巨幕灯光秀展示。灯光秀有周深的巨幅像和字幕，太震撼了。今天是5月18日，然后对我来说还挺，我觉得是一种缘分吧，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第一场演唱会是在5月19日，也是在上海，所以我觉得时隔一年之后又进行了自己的第一次在这个体育馆里演唱的演唱会，我觉得当歌手挺幸福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我所有的生友们能够把我一步一步的从路演的舞台，然后到巡演的舞台，再到一些拼盘的舞台，到去年的5月19号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小型的演唱会，再到今天体育馆的演唱会，我觉得谢谢你们一直都陪在我的身边，谢谢你们，谢谢。对，我接受采访很多次，他们都问周深，你有想过当歌手吗？我就想说，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当歌手。为什么？因为我询问过很多很多学唱歌的人，要么就是问我们都会遇到过同一样的一个境界，就是父母不同意我们学音乐。要么就是家里情况不是很好，就觉得啊家里没那么多钱，你没办法学音乐；要么就是家里情况太好，我们家里这么有钱，你为什么要去学音乐？所以就是我感觉好像大家觉得对学音乐这件事情，好像感觉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或者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我想说的是，当歌手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幸运，是因为我都遇到了在场的你们和不在场的他们，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周深曾经在采访中说过，梅奔的整个音效特别特别的好，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希望自己多努力几年在梅奔开演唱会。如今周深圆梦梅奔，愿望实现了。周深没有做不到的，他就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存在。祝周深上海第一站巡回演唱会顺利成功。工作室也在17日放出了周深舞蹈彩排花絮和周深巡视梅奔场馆视频，并说明天我就要从这里跑向你们，真的很羡慕今晚在场的米子，这可是10周年首场演唱会啊。此外，昨日周深新专辑超前试听会，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5月17日，米子们忙着赶赴上海的时候，突然有人说周深新专辑有超前试听会，而且有几位乐评人已经放出了试听感受。博主音乐先生发博说，下午去华纳音乐参加了周深新专辑《反身代词》新歌超前试听会，说实话是有不少惊喜的。还说钱磊、尹约老师也参加了新专辑，贡献了不少好作品，并说上片6首歌都很入耳，其中有2首律动感更强烈，非常有流行潜质，整张专辑归结起来都是一个发问的姿态。乐评人胡静涵也发博说，幸运大家听到了专辑1/4首新歌，风格上很有突破，是一张很具共情力的作品，词曲编都很精致。还说 Track03 塑造了不错的空间感， Track04 比较探索内心，Track05 自己很喜欢这首歌里面用 XS 不断驱动情绪的方式，Track06很 chill， 会放进自己旅途中的歌单。今晚0点，数专就上线 QQ 音乐、酷狗音乐、网易云音乐等平台官微均在17日发布，提醒大家专辑上线和诸多新专福利。最后再提醒一句，2024周深9.29赫兹巡回演唱会今晚上海站开唱，大家别光顾着听演唱会和看翻拍，记得今晚0点新专辑数专上线。
Hello， 酷狗，酷狗音乐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今年是我成为歌手的第十年，我的全新个人专辑《反身代词》也将于5月19日正式发布，同时也终于要在9.29赫兹巡回演唱会与大家见面了。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有的时候觉得孤单，或者是觉得没有被听到，那你也要相信，一定会遇到很多爱你的人，只是你还没有发现他们的爱而已。这一次，期待大家一起在9.29赫兹现场见面，我们到时候见喽。是一种变形海，那些能在左手晃右手 Never know， 这世间总有太多无力光怪，一起写回忆期待 We can dream we can fly， 若相信谁都可以重塑，现在不需要等待 show time， 此刻就无限精彩。 I wanna see my way in the starlight， 奇迹时刻等你错综的光阴，现实永远有意外，一根丝线就能牵动心就离开。